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手相图解。眉毛直鼻梁高的人，贵人运也不错，而且贵人不多来自于自己的兄弟姐妹或朋友，会经常得到兄弟朋友的帮助。如果眼睛有光彩且鼻头圆的，不仅有兄弟相互扶持，还多得贵妻来助旺自己，也就是说伴侣是自己最大的贵人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